在逛好事多，它是这样，然后也可以换。我看它是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换锅子的，对。那感觉也还可以耶，2999。Iris 那台感觉比较宽，可是那一台只能烤。对。对啊。它不能换其他的工具吗？我觉得它太浅了。哦，然后这个是飞利浦的电金炉，这个也是长销品。我们来逛好事多。啊，这个我看。人家说 Dyson 最近在特价，应该。Dyson 在特价很便宜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卖多少钱。卖随身碟我有用。他卖两个卖多少钱啊？哪一个？你说这个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价格？这个的价格在后面吧，999。哦，999，那也还好。那我买一个好了。我有需要用到它，这是 Make 专用，这是 Make 啊，这不行，我不能买 Make 专用的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它有 Type C， 我不要 Type C 的，那我不能买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还好你有看到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呢、睡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很需要这个。啊，这个还不错。打疫苗的。在家里休息那天都需要这一台。对啊，这个也有萤幕的置高架啊，其实这个也蛮方便的。而且这可以调哎、我觉得我需要买一台萤幕。什么？算了，没关系啦。因为你认真吗？那你要先看吗？我不用看，没关系，我线上买就好。哎，这边有个电暖器，3000多，人体感知的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什么艾美特、啊？艾美特的，艾美特。你们之前不是有看过？然后说哦，它2台才3000多，然后觉得很便宜。对，记得吗？记得。看还有什么？这个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啊。现在来，我们故意挑一个平日来，人都现在都差不多是这样。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很高级的。那个是瓷器。哎、啊，你不是要买木头的那个什么？不是木头，人家说是不锈钢。不锈钢的铲子，这边会不会有？不会。不会有，这也是艾美特的。他说像这样子，可是我很少用到啊。夹子，他都要用不锈钢的就对了，因为他想要呈现他的锅子是可以用不锈钢的，因为一般不粘锅不行啊。不然你晚点就去全联逛啊。全联有啦，全联有，我确定。全联去买一下不锈钢的。全联我确定的。那个是什么？你说哪一个？不锈钢保温瓶啊？怎么了？里面有卖各式各样的水壶。我们逛一下清洁用品的这一条。有什么？我们最近有要补充什么清洁用品吗？洗衣球。洗衣球啊，对。可洗衣球我们用的那个牌子这边有吗 ？Ariel 的。你要换个牌子用看看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我记得后来他们这边也有出他们这边的牌子啊。啊，这边有洗衣球啦，就是那个 TIDE 的。哎，会不会也有我们在用那个牌子？没有，没有。他只有卖洗衣精，这边有啊 ，Ariel 的没有，没有卖洗衣球。有卖啊，沙琪的生皮这里，这区应该是我们比较可能会买的。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点省神。你今天还是有点省神，疫苗还没康愈。康复，恢复。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买很多，买了两个，一个是
活颜富美饮，还有买了一个坚果。啊，我买一瓶大的 whisky。我好累哦。你才走不到一半就开始打哈欠。我坐在车上就想睡觉，我觉得我这次可能还没有康复，还没痊愈。对，可是至少就是不酸痛，就觉得很累。我买一瓶大瓶的 whisky。上次是买哪个啊？我记得是买便宜的，1000多块。对啊，哎，没了，没了。我逛一圈，上次买一瓶大瓶的其实是很便宜的，好像没有了，真的。啊，我要买什么？买一瓶美酒，这一瓶新年才领会喝。而且上次买的那个 whisky 是1.7公升的，其实就比较方便。我看一下，这边也是1.7的，可是我喝不太习惯 Jack Daniels。这1公升449，这也算便宜。这750ml 的，好，我买便宜的就好了。买两瓶这个。要不要去买牛肉了？这次要不要买牛肉？先看看有今天的牛小排片，看起来好漂亮。我看看，现在1公斤是1359，我找一盒比较美的。这盒蛮漂亮的，油花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就买这盒吧。你说什么要买什么？我已经看好了。好，我再挑一盒。好，我再挑一盒牛肉。不要买大块的。不要买大块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家每次薄片好像比较有效。薄片就这今天的很漂亮，你看。我就说我觉得我们买这比较有效。好。我买厚的每次都要吃很久。对啊，好吧，我想说买一个菲力。可是我们每次买厚。现在牛肉已经很齐了，比之前齐。对对对，现在牛肉其实很满，给大家看。非常的满。好，我们目前买了这个，然后刚才买了一盒牛肉，牛小排。对啊，牛肉跟之前差不多了，还少，我没有看到那个啦，菲力。我在问你说，你觉得我们要买这个，就是我跟你说，人家打翻的这个东西，好啊，还是要买那个？两个都买了。不是，我都还没讲完。好，冷静一点，再冷静。我哪里不能气？我才被你气死哎！然后我要想说，还是要买韩式荞麦面加韩式小菜。哦，韩式韩起来，韩起来可以啊。最近女儿很韩、啊。然后再加韩式牛肉。好啊。要吗？好啊。还有韩式带骨牛小菜。那就买韩式的啦，不要。这个我们没吃过哎。不然吃这个，这个我没吃过。啊，这个没吃过，不然你买一个这个回去就可以拍影片啊。那个韩式荞麦面，这个牛肉比较黑啦，它可能就是放比较，可是就是比较便宜啊，吃看看咯，对不对？它可能是有腌制过的还是怎样？那我们找一个，还是要买，它就是也是这个啊，然后呢就这个啊，这样。哦，这个好啊，好啊，这个可以。那只是我说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小菜嘛。对，那可是我们每次都买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没吃过这个，要买新的吗？我觉得，你是不是觉得这看起来还好？对，就看起来。那就不要买，我们干嘛要回去？对对啊，我们就买这个啊。对。这个很推荐，我们每次来几乎都会带一盒，可是我们一餐可能没办法吃完这些。那吃不完啊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来吃这个啊。这个好。好吗？好啊。含起来。好啊。三份含起。牛肉放上面，比较不会压坏。这个都有硬壳的。对。好咯，就先拍到这，晚餐解决。